上街卖点大骨头，小妞今儿又要展露厨艺了。我也想去。走。想学了学不到手，这不想学的，哎，我捏着教他呢，我不听。老钱给爹，给你胶原蛋白。哎，别盖着我的鸡翅了。这是我用的老钱，这猪蹄炖的，他得劲，我啥肥而不腻。我啥时候就吃了的？香。你这要手指让它收进去，热热热进去。你看。弄到以后还有门呢，也咱那不都说都往外了，都得开了。别说破碗了，我这这分析的跟前面了。